各位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今天是星期四，当然今天非常重要了。那整体上，我们先看主画面，主画面上面这个是马士基过去五个交易日的走势。理论上，今天应该不是讲航运股，也不是讲马士基啦。那为什么你又把这张放在上面？因为最主要啦，就在于。今天中午午盘哦，十二点过后，航运股就瞬间急跌，然后呢，纷纷被打一度都被打到跌停，那最终跌停锁住的就万海。那本来没有规划要讲航运股的，因为不需要，也我觉得不重要，但是因为急跌，那不能不讲，因为我们很多会员，过去都有手上持有非常一定程度，不是一点哦。其实我们很多会员持有的航运股，每一个不是买那个十张、二十张的、哦，那个数量都很惊人。那所以我是因为不是因为很多会员自己有买的，所以我说那没有关系。那么我会带大家该走的时候会跟大家通知。你不见得要一次都减码出场，你可以先出20%、30%，甚至于50%，没有关系。然后当买回，你再做买回。那因为今天航运股暴跌，所以呢，我认为有必要啦。我不知道大家，因为大家可能年纪比较轻。那因为我小朋友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我们小朋友的时候音乐课 要唱一首歌叫《白浪滔滔我不怕》，真的吗？真的，那就长起舵儿往前滑。我的意思是，我们看到今年，特别是航运股哦，阳明，我们是在去年的十月，我记得印象深刻，那个时候阳明10块钱不到，我有进场。那我跟现在直接告诉你，我为什么那个时候要进场？好，因为阳明在九月的时候，我讲的是阳明海运哦，他发了可转换公司债，国债业。然后阳明本身在去年的十月的时候，这家公司说实在话，不是政府在背后撑住哦，他应该要倒闭了。你有真的吗？真的，阳明应该要倒了。那个每年亏3块5块，永远翻不了身。那个时候，我建议我们的会员全面买进。你为什么知道？难道你知道要大涨一波？我不知道。我跟你讲真话，我不知道。只是有几个早期的同学，现在也在我们这个相关的行业当经理人。他说他们觉得怪怪的。这个阳明哦，发可转债，发50亿，国债一个，你不能现在来看你觉得不怎么样。那个时候，去年的时候，航运股完全趴在地上，阳明高抠呢，还不到10块钱。我们进场之后，我们卖在13.5块，13块，卖23.5块，22到23.5块。你说那不错，对，涨了一倍。卖完之后，从2223又跌到12块、13块，然后就从12、13就直接到200了。你说真的？那后面那一段我就没带会员做了啦。然后接下来就这一次就一路崩跌下来。那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第一个，这一段的大涨最主要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嘛，缺柜嘛，缺船嘛。然后航运运价大幅度调涨，然后一支美西线，各位你跟他想想看，你如果是个工厂，你是工厂哦，那你今天客人 buyer 下的订单，你要出货嘛，对不对？一支40尺的货柜，你怎么想象得出来？一支40尺的货柜，光是一个空的货柜要载你的货，基隆。到美西，到长堤洛杉矶或长堤加州长堤港，起价超过10万块美金，啊，一支货柜运费哎30万，但是有开玩笑哦，
一只货柜的商品，万一你是二次加工业的，一整只货柜报价还不到30万，光是买一张船票30万。说实在话，这是真的啦，这是事实啊。那台股的航运股就暴涨，对不对？你比我清楚，涨了20倍。问题是，我们去观察全球的航运股的股价平均涨幅最多50倍，50%，不是一倍哦，Kigo 10%，30%到50%，台股的航运股涨了20倍。那我请问你，所以你会发现到台北航运股这一次的回档，基本的回档，为什么 VDI 指数一路走高，上海出口集装箱指数一路创新高，可是航运股营收越来越好，获利越来越佳，股价一路跌。所以我的看法就在于，因为各位朋友，你面对的航运股从不到10块钱涨到冲过200，长荣冲到234，再从234一路暴跌到85块半，理论上大家都经过这一次所谓的，这叫完美风暴啊！你说真的吗？真的，你用航运股货又不是不赚钱，对，就是因为赚钱，股价从天上掉下来，那就历经了一个飙涨，并且一个搞不清楚一路跌，那很多网友就开始骂，分析人员只要去讲到什么 VDI、VCI，讲到航运股就一定被骂，骂到快翻了。我讲真话，那我觉得实在不需要啦。我是认为啦，我觉得记者没有错啦。我举例哈，你说那个昨天什么营收又爆创新高，其实那个不重要。营收创新高重不重要？重要，但是对航运股，我只能告诉你，一点都不重要，你根本不该理它。外资调升平等，调升航运的平等，甚至于调降。国内有某投顾哦，把长荣调到210，甚至于360，我觉得那个真的没有意义。你在没？你要知道，那是记者又写上去的，但是你是个投资人，你应该知影讲，过去这种状况我都碰过了，你都碰过了。我认为一个分析人员不应该完全照着新闻面、顺着新闻面的消息去走。一个分析人员，我不相信有人看不懂啦，我不承认，不可能。我相信每个能够当到分析师的，甚至于在这些专业投资机构的，你家己看个就清楚，看得清楚什么？因为台北股市的航运股偏离全球的航运股的股价，所以它会经过这个修正。这个修正不应该随着新闻面大家去渲染，你去渲染它，会造成更多人不小心丢凶，你知影没？你看他今嘛变了。起码你要往前滑，你就快乐。你我起码是变啊快乐啊，起码就跌停板啊，明仔再涨停，你变安怎？你说真的吗？真的啊，我是跟你讲真的。你怎么可以害怕？如果今天莫名其妙航运股跌停，举例的，可是没有经过这个暴涨跟狂跌，这个跌停我们当然要小心。不是这种情况对航运股来讲稀松平常，动不动涨停。不小心瞬间跌停，这边就正常的，你知没？啊，跌停都跌停，有啥要紧的？关键在于这个跌停下去要继续跌还是要涨嘛？所以我说我不想猜行情。第一个，我相信所有的亲爱的朋友，你们都猜得比我准，我猜不准，所以我不猜啦。所以呢，其实我们今天只要看三个商品，就可以把不管是现在，包括未来的台北股市全部解释完毕。你说真的吗？真的，你就看三个。你有看台积电吗？不用看台积电，难道我们看阳明吗？啊，不要浪费时间了，看那个干什么？那个没有意义的。你说真的吗？真的。我们先看第一个好不好？三个东西，就只有三个东西嘛。好，我全部都关掉好了。来，我们现在一起看。好，各位哈，你有电脑的，或有手机的，但你手机如果现在在看我的直播，没办法了。但是你稍待哈，示范一次哈，你就
搜寻 Google， 咱知影嘛，好 Google， 好，那 Google 我就搜寻，好，第一个很简单，FINVIZ， F 好，我比较怕好你看 ，FINVIZ， 你有其他的财经网页也可以，都可以的，只要能够看到这些商品的报价，即时报价就 OK 的，好。我是不是打了 FINVIZ？ 那各位请看哦，那他是不是就来到这个网页？那这个网页啊，因为免钱啦，不用钱，你也不用怎么去登录，什么都不用啊，然后你就可以看了。然后它是晚15分钟，就是说跟即时的报价它有 delay， 因为你要即时的，它一定要跟你收钱的。你台股也是一样啊，一般来讲。比方说我们那个我们的 PSI 的软体会员必须另外购买我们的 PSI 软体，那为什么要另外购买？因为交易所对我们业者，你只要用到有交易所提供的资讯，它算人哦，算人哦，只要有一个人用，我们就要付一笔费用给台湾证券交易所，这是大家不知道的，因为它是即时的资讯。好，所以你就到第八个，一二三，第一个是 home 嘛，对不对？那大家都知道 home 嘛，对不对 ？home，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第八个叫 future 叫衍生性商品的报价。好，那要不要看？最多只看三个，看不到第四个。你说看哪三个？第一个吗？第一个不是，第一个叫道琼，那个没有用，那个没有用，没有用。难道看 S 标普500吗？那个有不需要啦，我不能说浪费时间，实在是没有这个必要性啦。难道我们看纳斯达克吗？我认为哈，抓重点，凡事哈，把主要，比方说你跟你对手在搏击，你可以一拳就把他击倒，你有必要在旁边这样跟他打个两个钟头吗？你就一拳把他击倒不就好了？不需要叠床架屋，画蛇添足，那不是穿着衣服洗澡，既洗不干净又嫌累赘吗？没必要。你就看，最多看三个商品，我讲的是最多。好，第一个看 VIX 波动率，好，你就看它的数字现在多少，现在写 19.05 啊，所以你又高兴死去了，你就不要管美股，你晚上9:30开盘，你管他几点开盘，反正你一定对，你管他几点开盘，那个不重要，他只要在19.5以下，国际股市就是涨，是吗？是，他在19.5以上，国际股市会跌。这个国际股市指的是全球股市，不是咱台北股市而已，不是道琼了，伊拉19.5以下，全世界股票整体上都是看涨的。他如果站上，我稍待会跟你讲为什么是19.5，19.5以上哦，哇贱啊，啊对了，六今天好啊，现在多少？那现在19.05啊，好，所以19.05是在19.5之下，还是19.5之上？你说当然在19.5以下，你这个笨蛋，我小学数学第一名，了得几百分，所以他就看涨，好，就解决了全球股市的问题嘛。好，再来第二个，啊，这些钢铁股被安了，对，那我来去看铁矿砂吗？那又在浪费时间了。我不看铁矿砂，我钢铁股我看镍吗？我看智利吗？我的日历的智利那个都不用看，难道我看拜登吗的基础建设吗？哦，那没路用啦，一拳把敌人击倒，不要看一些没有意义的。那看什么？看一个商品，这个商品叫做铜，叫 copper， 来看这里，这个 copper， 好， copper 现在报价 4.38，代表怎么样？钢铁股你稍微再忍一下子，为什么？如果这个 copper 这个铜啊，铜的报价，这里它是不是写4.38啊？
哎，不行哦，它一定要站上 4.4， 就这么简单。你不要，你差 0.02， 哎，差 0.02， 台股的钢铁股就涨不动了。真的吗？你就做笔记嘛。你一拳把敌人击倒，你干嘛浪费很多时间干什么？你那怎么看？铜的价格只要 4.4 之上，台股的钢铁股会酝酿很强的走势。但是它只要在 4.4 之上，你它也酝酿很强的走势，那你就卖，你就酸，这样懂吗？你有跟酸，那个叫那个没有用的，那个任何上涨都赶快跑。你要知道铜哦，你就看你管它什么钢铁什么铬，镍没路用 ，copper。钢铁股不涨，你跟我讲不锈钢会涨，那个就叫逃命了。我直接告诉你了，钢铁股不涨，只涨不锈钢，我告诉你，那叫大逃命。就是他利用拉升少部分的几档不锈钢族群，整个钢铁他在撤。所以你不要拱拱，但这不锈钢可以，那都是二线掩护出货的。我直接告诉你真相，就这么简单。你再回顾你过去这三个月、三到六个月所经历的钢铁股，请问每一次钢铁股回档是怎么回的？为什么你丧失戒心没有跑？因为你看到不锈钢在动，人家拉不锈钢是在绕跑，是要把钢铁股在出货。你拉不锈钢，用十块钱的力量去拉不锈钢，90%的钢铁股全部在跑啦。这是这几十年来的这个行业的特性，就这样子。你只要看到钢铁股最后一棒，我直接告诉你，肯定是不锈钢，所以自己要小心了。好，那你怎么办？你就看这个 copper， 只要铜哦，你不用管它，铜只要站上 4.4。台股的钢铁股肯定涨，站不上去，你要忍耐。你再想买，你稍微忍一下，你没差到黑。好，看了第二个的，对不对？第一个波动率，看全球股市；第二个 copper， 好，这两个看完，第三个就没有办法从这里看了。好了，我们现在来看哦，上网，上网，一样上网。这一次一样 Google， 对不对？好，我们搜寻 Yahoo Finance。你当然可以用其他的啦 ，Google Finance 也可以，就是雅虎财经网。好，你就在这个这里打 FINANCE， 叫财经。好，它是不是跑出一大堆？你就第一个雅虎 Finance 这个，你就点落去，啊，别惊，未歹啦。你电脑、你的手机也未歹去，你就点落去就对啦，啊，也不会中毒啦。好，来。点了之后，这个雅虎 YAHOOFINANCE， 对不对？好，这个时候你就第一个这里，你给它点落去，好，点落去你好，它是不是就跳到这个主画面？然后就有什么 SP 哒哒哒的，这个通通不要理它，这个没有一个是有用的，真的吗？真的，你只要把睭看到，这无甲一个有路用啦，真的，就这个放大镜。你带到这个放大镜，你就天下无敌了，真的吗？真的。好，你买点好，你把它点一下，输入 M 麦当劳那个 M A A， 我还用口罩没记下嘛？念 M A R E。啊，切，我忘记了，我用用，对不起，靠，年纪大了。啊 ，MAERSK 啦，拍死拍死拍死，我的。啊 ，MAERSK 哈，第一个，啊，你给点落去。啊，你的航运股明仔就落去啊，这样子明天就大涨。对，对，我不管你是多一支啦，阳明、长荣。阳明、长荣、万海，连跌停的万海啦，连什么台航、裕民，全部都涨啦，都涨，不要浪费时间了。好，你看着它，来，这里写多少？因为这里写19905，好，把你的滑鼠移到这里，好，
下起来啊，你现在写20020，这样就可以了。你写一个20020，按你的话啊，为什么涨？好，你把你的滑鼠这里有个一 D， 有没有 D 啊 ？D 就是 day 啊，就刚。啊五 D 嘞，啊五 D 就是五刚。好，你给它点这五 D， 你给它点起来。好，你给它点没？好，那你看是不是五天？这叫五天五啊？这是上周五、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这是今天星期四，对不对？这是不是星期三？啊，这是什么星期四？好，我有做图了，你慢慢看哈、哦。好，各位请看哦。今天是11月11号，昨天是11月10号，对不对？那因为你现在是晚上了嘛，现在晚上7点嘛。哦，这张图是今天会知的事情嘛，中午啦，今天中午的事了嘛。那今天中午欧洲股市还没开盘啊，所以我没有今天的走势啊，没错吧，我没今天大涨的走势嘛。来，你再看一次，现在是不是暴涨？马士基暴涨 2.36%，涨到19965，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嘛。啊，马士基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哇你咧，你如果没有航运股的，跟你没关系。你如果没做指数的，跟你没关系。你如果做指数的，你有做航运股的，啊，就跟你有关系。啊，为什么？因为马士基如果涨，航运股会涨，然后大盘指数会涨。航运股假设马士基跌，航运股会跌，然后呢，加权指数就会跟着跌，就这么简单。那你请问你那该不该看啊？有空就看一下。那不做指数、不做股、不做航运股的，可以稍微没有看它也还 OK 啦。好，那我们来看哦，来各位请看这张图。这张是到昨天收盘，涨收盘是19505。好，各位看着，这里是五天哈、哦。上周三，不是上周四，星期四、星期五、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好，星期三这里有没有写 Wednesday？Wednesday 对不对？November， 这11月70几点 PM， 就是这个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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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昨天11月10号的 PM， 一波欧洲时间一波几点，马士基报价19475，重不重要？重要到一个不行。为什么重要到一个不行？因为一直到昨天收盘截止，我们讲过了哈，你不要看开收盘，毫无意义。真的，我现在在教你一个窍门，刚好一点关，公婆拢无蛋。很多朋友看价量看半天，看到最后搞不清楚，为什么？因为没有抓到重点。重点就是不用看开收盘的交易量，你只要看盘中单笔最大交易量，你就会成为市场的大赢家。真的吗？真的啊。所以我们来看、哦、上周四上礼拜四11月4号马士基创历史新高，创历史新高，爆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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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收盘，都不要看收盘，这个是混淆你的，毫无意义，一点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只会造成你的伤害。你说真的吗？真的啊，我看25年了，你可以跟我一样浪费25年，过了25年之后才知道根本不用看开收盘。真的吗？真的，你可以直接省下25年，因为我已经帮你浪费25年。你根本不用看开盘跟收盘啦，你就看盘中。那请问最高点是不是这个 Thursday 礼拜四嘛？这天是马士基历史最高点嘛？
历史最高点的盘中最大交易量，那不是这支哈，哇，随便你啊。那这根是最大量，那你就看嘛，那刚好是历史最高点嘛。好，高档爆量，那代表要跌吗？哎，不见得哦。也就是说，我爆了这个量，当时的价格在这里，那我怎么知道它是高点低点？在那一分钟不知道，过了那一分钟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哎，最大交易量，当时的最大交易量所产生的交易价格会告诉我们未来的颈线，对不对？当然对啊。那你怎么会知道？因为过了这个点就没了这个点，就再也没有这个点了，就是价格再也没有站上这个点了。那代表这个是什么？那不就知道它是个高点了吗？这里你不就知道它是高点，因为背不起来嘛，它确实形成一个压力线嘛，哎，刚好卡起一模嘛，然后它就礼拜四那一天就跌了。可是那一天收盘它没有跌哦，又没跌，没有。你如果不看走势，只看报价的人，你看新闻，你会看到星期四马士基创历史新高，当天没有跌，因为它当天是开高走高收最低，可是收最低比11月3号还来得高，所以你只看报价它是涨的，可是它已经告诉你它在跌了。那你明明知道台股的航运股这一次修正完之后，长荣从85块半开始起涨，涨到120，涨了 50%， 一百万赚50万回来，对不对？已经起五成了，起五成难道要走吗？当然不用走啊，除非马士基跌啊。那请问你马士基跌不跌啊？马士基没有跌，你自己用眼睛看，这是起了啊，这明明在跌啊。那我请问你，星期四星期五的台北股市航运股该不该走？我就问你这句话的话，不用走。你说哦，难怪你通知我们要走，对对，不用猜行情，我讲过了，不需要猜，因为我猜不到，你就跟着他，你就天下无敌了。你干嘛去猜？你去猜那个干什么？哎，外资调升平等，哎，某某投顾长荣看到360，那个你就当作笑话不就好了？那个很重要吗？哎，跟我重要，哎，一挂意义都无，你知影没？我这个。望海增加这里哈，因为美西线都塞港要一个月，光停在那个长滩港外岛，哎，单一个月没有办法进港卸货呢，所以他决定不走了，改成亚洲线。你管他，还敢讲重要？还个列股价敢讲重要？一点到意义都没有。你就知影讲，反正马士基来落，咱的航运股会落；啊，马士基来去，啊，咱的航运股就会去。啊，所以台北股市航运股过去这几天是不是开始就盘，涨了50%，开始盘，对不对？那今天呢，瞬间急跌嘛，对不对？他就在欺负你嘛，他欺负你没有看过航运股今年上半年的大涨嘛，也没有遇到今年的崩跌嘛。我直接告诉你，他很坏，你就不要理他。反正看我们直播的人也很少啊，各位你自己知道就好，就这么一点点。感谢大家了，你就要看马士基，那我怎么知道它会涨？你讲的太有道理了。好，我们从这天就开始看，星期四、星期五、星期一、星期二，昨天是不是星期三来的？好，我们再讲昨天晚上，我们昨天晚上有没有讲到马士基？有，为什么？因为我是不是告诉你，哎，机会来了？那机会，我想，因为这个在下跌哈。这个盘中的交易量从星期四这一笔之后，然后历经礼拜五，这个礼拜的礼拜一到礼拜二，没有任何一根交易量大于这个点，没。所以你不要指望它会涨，任何上涨都是破底，任何上涨都是破底。你因为你高档放量开始跌，这个跌你在这边狙击它，它一定会买回来。它没有买回来之前，任何上涨都是空，都是卖，你千万不要进去，那个叫莫名其妙。你是个分析人员的，你分析是你不可能看不，我讲真话，
他就根本没有在看的。我只能告诉你，我不相信我们这个行业或台湾的这些专业投资机构的从业人员会看不懂，通通看得懂。只有一种情况，掉以轻心，你没有把投资人所遇到的困扰当作自己的困扰，你无腰无筋，你知没？我不是说你，我是说从业人员，我感觉不能这样。你本来这是我们的工作啊，那为什么昨天晚上，这是昨天嘛，11月10号是不是涨，所以当涨是不是说，这机会来了，为什么机会来了？因为它爆量了，它爆量了。这是今天是11月10号，这是涨，我们涨直播是不是说机会来了，为什么？它爆量了，爆在哪里？前面这里就爆一根了，后来这里又爆一根了啊！11月10号星期三，它爆在欧洲时间的下午一点，这个点19475。好，你看它的收盘哦，收盘是19505。请问，这其实非常接近，几乎算是同一个位置了。请问它有跌破19475吗？一模嘛，其实他已经在告诉你，他要明天要大涨了。哎，明天是什么时候？明天就是今天啦。这不今天，好，这个，你就一直站起来，我跟你说，保证创历史新高，真的，你猜都不用猜，我已经告诉你，我不猜行情的。那你问我说，他会不会站上20020？我会告诉你，我不知道。真的吗？他没有站上之前，我怎么知道他会不会站上？但是他只要站上去了，我直接告诉你，他肯定会再创历史新高。马士基可以创历史新高，航运股今天跌停，难道是卖吗？怎么有可能今天去卖航运股？你搞什么？你上个礼拜四不卖，礼拜五不卖，礼拜一还可以走，还不走？你一定要等到今天打跌停，就是买了，还有人在这里走，走什么走？要走去哪里？我都不知道，只是要走去对，而且跌停板怎么办？跌停板，我就加减买挂来扛啊。你做参考，我没有意见啊。除非马士基崩跌啦，那整体上你仔细看嘛，现在涨2.44，好，那你再看一次。它的底线就是19475，然后现在多一条20020，就这样子过20020就肯定会创历史新高了。讲完了，就航运股，所以六棒顶上。其实今天不应该讲航运的，因为这个不重要，因为不重要，对，那真不重要，这个较重要，这个较重要。来，各位请看，这是 VIX 波动率指数。重不重要？重要到一个不行，真的吗？真的。各位请看哦，它是不是从10月28、29这两天开始跌，对不对？好，跌到11，关键在11月5号，去看，这一天有没有爆量？有。那这边有，你把11月5号往前看，唯一可以跟11月5号交易量匹敌的只有一个，你看在五月以前，对不对？绝对对啦，不可能错啦，我不猜的啦。因为这里叫高点的话，这里叫低点，高档放量，我们讲过它会怎么办，它就一直跌啊，跌到什么时候？我怎么知道跌到什么时候？我只知道它在这里倒了多少出来，他买回来就开始涨了，那我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买回来？你不可能不知道，除非你根本不想理他。你说真的吗？真的啊，我这交易量最大啊，就开始跌啊，跌到这天11月初五这个量差不多跟他匹敌了啊，量出来了代表什么啊？不是要涨了。如果这里叫高档爆量啊，这个呢啊，这不是，这里叫高，这里叫低，高档爆量啊，这个叫低点呢，低点放量啊，低点放量是不是要涨？波动率指数低点放量开始涨，国际股市会怎么样？会跌啊！波动率指数一路往下跌，跌到11月4号，国际股市是不是一路创历史新高？是，
我直接跟你，我看都不用看，我就告诉你绝对是。可是当11月5号开始波动率指数往上涨，你猜都不用猜，你管它是什么纳斯达克、费半、 SP500、 道琼，通通都要跌。这样 OK 呗？不然一跌连马士基都跌，因为欧股也会跌。那怎么办啊？现在就写的 19.5 是不是在这里、啊、这大鱼又没看到，我也没办法啊。为什么啊？因为涨，这是昨天11月10号没不对吧？这里有没有量？有。这里有没有量？有。好，这边为了简化，怕你看到没去，这边都不用看，都不要看了，你不要浪费时间了。好，只看这里，请你只看11月10号，这样就够了。好，这一天是不是又放量了？可是这个量放得到蛮有意思的。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不是 B？ 对一下，你把它往上对，是不是在这里？这是不是 A？ 啊，对，你把它往上对，是不是在这里？ A、B 在这里啊， A 在这里啊。好，你就算它的成本，怎么算？小学数学，最高最低除以2，那就是 19.5。 然后呢，波动率指数站上 19.5，我们要有戒心。什么戒心？国际股市会跌，你不要说啊，涨道琼，跌纳斯达克，涨费半啊，跌啊，不可能，通通都要跌。也许一两天这个涨这个跌，我告诉你，只要波动率指数往上涨，所有的通通都要跌。所以不要浪费时间，你明明一拳就可以做对，可以做赢啊，你干嘛把自己绑手绑脚？你浪费那么多时间要创啥？啊，你有看一个波动率19.5，好，再看一次， 就现在上网 FINVIZ， 请给气下去啊，我就不信中华民国有人比你更高，不可能，你绝对比我厉害。好，这里写多少？19啊，就不用说了，还是起来了，国际股市那就一点落啊，那一点起啊，因为它跌啊，它是反的啊 ，VIX 是反的 ，VIX 涨这些全部都会跌，你猜都不用猜。那现在明明就19，那就没事了，这有事怎么没事？现在就在于，好，面对台北股市，关键的家，这个很重要的，很重要，重要到一个不行。各位请看哦，今天是11月11号，这个截图是早上的，大概是19.30吧，这张图啦，这张图大概是早上的9:30了啊，你就不用看啊，就不用看啊，就结束啦，现在就结束了，你们看个修补、有重要，就很重要吗？不是，我问你嘛，早上到九点半或者是到1:45，啊，请问有什么重要？你讲那也无重要，啊，实在是无重要。伊就甲你讲完啦。台北股市今仔日最高就是今天，这是9:07啊。其实过了9:08，你就已经知道今天的台北股市了。真的啦，它的高点就是17532，啊，低点就是17419，那么。真正的分野，未来这一整周也是整个11月哦，最后的决战，就是从今天到下周三，只看5个阿拉伯数字，叫17489。它只要在17489之上，我跟你讲，长红又长红，本周三那叫超级长红，真的真的，万一。他没有办法回防17489，那你就不能过度乐观。好，等等看台北股市。好，现在是17452，17489，差37点。但是台指期已经把它补回来，489已经到506了嘛，没有错吧？好，那这个数字怎么来的？好，记住哈，因为昨天是星期三。
星期三是11月台子期的结算，周结算，选择权的不是台子，周选择，我潘姐，我等下口误，周选择权的结算日，每周三都是结算日。好，因为它是个结束，今天是个起点，但是今天这个起点跟过往不一样，因为接下来是整个11月份的大结算日，后礼拜三，很重要的，你没有做台子期的，你说跟我有关系吗？绝对有关系，我就认真跟你讲，绝对有天大的关系，纵使你不做台选择权台子期都一样，因为它会影响到整个台股的整体结构，所以你不能不去看它，你只要背起来叫17489点，其他通通不重要，真的，因为这是结算的结算当日，这是涨单，不看开收盘，盘中单一分钟最大量，昨天17532，你今天只要今天开盘就连碰都不来碰嘛，你就不用猜了，它的隐形的压力就是17532，但是它也不让它跌，为什么？因为9:07爆出单一分钟当时的最大量17419，他硬是把它挡住了，所以他已经告诉你啊，拍谁？我就是这么窄，我今天就是这样子。好，来，请进场啊，就是这样子。当你答案都在你的手上了，纵使今天12点过后航运股急跌，你已经知道了没差别啊。马士基又没有破，对不对？对，马士基没涨没破嘛。然后再来，他有破419吗？也没有破。然后航运股急跌，难道不该正向乐观吗？假设马士基持续跌，加权指数守不住419，航运股跌停，你说我来买航运股，我感觉你有点太冲动了，因为它有可能一路在跌哦。但是你现在所看到数字不要猜，数字告诉你就是它不跌了，它只有今天已经跌完了，这是489嘛，没对吧？好，这 couple 就我们刚刚讲的同，那关键是接下来该怎么办？我觉得我们从这一个开始看好不好？这个叫做长荣行，你问我怎么看？我觉得会好到翻掉，它又会好到翻掉，那你等着看啊。我们先看这一档，请问这个股票是不是叫做凡轩？我知道啊，台积电设备股就厉害啊，在手先啊，高达500亿之上啊！啊，对对对对，股本才18亿，现在的订单超过500亿，这间公司叫6196的凡轩，哎，奇怪嘞！啊，今天又涨停，就昨天跳空大涨，你干嘛一家重要？可昨天之前你认为它根本不重要嘛？我讲的对不对嘛？对不对啦？对呀、啊，昨天之前谁去看凡轩呐、啊？你说你不要烦了啦，我还来轩呢、欸。啊，对，问题是很奇怪嘞，昨天之前没有人在看这个股票，可是你发现到事后，哎、欸，外资怎么一直在买？啊，这不是在买什么意思？买身体健康的嘛，对不对？对，买身体健康的。问题是，当你看到外资这样子买的时候，看到股价拉涨停的时候，那是不是来了解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状况？那台北股市有哪些雷同的、同样的？那来去了解呢？不是讲哦涨停啊，拍拍手，那不是蛮可惜的吗？平平一天啦，你看真股票看一天，啊一天也过去啊，啊看完我们总要知道，那我这一天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吧？应该是尽可能啦 ，OK 哈，好，我们事后来看，今天又涨停。事后来看，昨天跳空大涨，所以昨天跟今天很多人会看到反旋。问题是昨天之前，过去这将近3个月，谁去看反旋就被骂是个笨蛋，啊你在浪费时间看这个股票干什么？那既然是这样子，那这些外资难道是笨蛋吗？我刚讲唔对。所以，好，咱先讲凡轩，一支一支来。
凡轩底对，好了，这样，好，这是凡轩嘛，啊，这也是凡轩一样啊，这个就这个、啊，好，好，这只是这是外资嘛，好，不看外资啊，看右边右边，这叫形态成本。什么叫形态成本？就是凡轩过往以来所有的人的买卖成本。我举例哈、哦，你有软体的会员哈、哦，6196，好，这是不是凡轩？对不对？你在你的滑鼠，你点右键，你点右键，过去摆哈，滑鼠右键，记载。我拍摄 B， 我你讲你跟我无咧，你跟我无咧嘛，不是、啊？记载右键一点是你的中指嘛，对吧？右键点一下，它是不是出现这个框框？好，你到成交堆积，你来，你把它移到成交堆积，好，移过来，哎，给你用最公平的叫线性成交，给它切落去，啊，就好啊，啊，有啊，有，啊，不是喷出，那一看就知道喷出，它打了这根上影线下来，上影线，赶紧买啊，不就是。为什么？第一个，营收创历史新高。只要十月有能力营收创历史新高的，你不要小看哦，你不要小看创历史新高，一涨也我都创历史新高。他已经告诉你，他今年肯定全年创历史新高，并且明年继续，明年第一季、第二季我不敢讲，最起码到明年第一季持续往上冲，真的吗？真的，十月可以在第一个月，第四季的第一个月交出历史新高的，我告诉你，那叫好到翻了啦。所以你不要你股票三去法，不是说没有创历史新高的就不好，可是你要找到那种明星，你想要没？第一个步骤也不难啊，现在台湾证券市场透明化这么高，对不对？那就上网就搜寻，你就把所有上市柜公司十月的话，你不要说九月，这不就宰一股，你说九月不中，十月营收有能力创历史新高的，你应该把它列表出来。真的真的不敢说每一档，但是里面有非常大的机会。好，举例凡轩十月营收创历史新高，累计一到十月，那肯定创历史新高，都不用说了。外资净买超，可是不见得就开始涨哦。哎，这边也是买超，不对，这边也是买超。你看到、哦、这里，九月、十月，九月它也创历史新高，外资也是买超啊。为什么它不涨，它还跌下来？我没有讲错吧？对，那你买这里会不会赢？会啊。可是买这里是不是比较快？就这样子啊，那你要快，我已经跟你讲38是最快的，没有办法再快了，再快会太敏感，所以你是不是应该在这里，他是不是在这里集结，只要营收创新高的外资就会站在买方，营收创新高外资站在卖方，你觉得他会做这种事吗？那这样就好。那外资为什么要买账？他不去买一个营收创新高的，他去买一个营收一路破低的吗？不是，你当时看到外资在买，持续在做买进的，他去挑一档营收每个月下降的，获利逐季衰减的，有吗？没，不，你告诉我哪一档、啊、对，那你为什么不挑创新高，要挑创新低的？那怪怪，你是不是讲营收创新高？那肯定外资一路进买，好啊，没有，那代表这个列为潜力股，那什么时候集结喷出，集结突破，这个就是要涨了。泰鼎上个礼拜我们不举了三八线吗？在这根黑 K 这里吗？哇哇，这里哈、哦，这根黑 K 棒加三日线突破八日线，这里要做买进。营收创十二年新高，哎，太顶，哎，不是，哎，什么？我用没给你提句话，没那讲，
能耗双控，你有卖差比那个重要。我就跟你讲，那个不重要 ，PCB 是最大受益者，根本不是受害，是最大受益。那是因为国内的部分投信很坏，他故意在那边洗盘，因为有的发权证，他要洗你的买权。我直接告诉你，我讲股票权证啊，这就很坏嘛，因为你股价涨，他权证会被轧空，你知没？他要去买股票来补你，哎，那个权证就一般发权证的，只要发的时候已经是股价的高点，发出来股票开始落，啊落到变零，你知道吗？你跌到变价外，然后呢，你这个权证就结束了，结束了他开始把股票买回来，这个投信很坏的啦，真的啦，所以权证再发，你看到那档股价在大涨，你千万不要进去。我眼睛跟你讲，为什么？因为如果继续涨，你买权证对不对？你会大赢，那你大赢怎么办？投信就挂点了，你知没？你赢他就输啊，他是庄家，他卖你权证，你赢不是他输。那请问你，日盛、元大每一家都一样，你在权证赢，你赢谁的钱？你以为你是赢投资人的钱？不是，你是赢投信的钱呢，真的吗？真的。所以呢，你去买权证，股票权证，他不跟你对坐，谁跟你对坐？泰鼎 PCB 第四季绝对大涨，营收创12年新高，外资这一个月净买超15000张，好，这支黑 K 棒这里是不是集结喷出？那请问你，这里没有买，你这里总会买的啊，这里再不买，现在讲到这里，因为我还没买，那没有关系，我们再看下一档。啊 ，OK 吧，啊，快快，啊，今年，啊，这其他是没那款，啊，第一个营收创历史新高，第二个外资净买超，啊，第三个啊叫集结突破，啊，今天有个又涨停了，啊，安尼都我截图的时候还没涨停呢，啊，不重要了，啊，要过我可以小看，好来，下面一个元宇宙，元宇宙是未来，这个是没有办法。我认为元宇宙的商品在未来就会跟现在的智慧手机一样，每个人都届时会花钱，一定会，全世界只要能够以现在来讲，你有去买智慧手机的，届时你只要是像现在手机的价格，你买去买，为什么？因为再也你也不会出门了，每个人每天就老先生、年轻小朋友，或是我们一般都像我这种的年纪大了，你也不想出门了，你每天就融入在元宇宙里面过你的黄粱一梦，就这样子。那他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的是非常庞大的运算机制，哎，这要很庞大哦。所以应该靠谁？你就只能靠先进制程。目前先进制程全世界只有一个，那就叫台积电。所以为什么台积电到全每个地方，我们讲过，这叫到府服务，这叫触角延伸，这没有不对，这没不对啦。他到高雄设厂，然后呢 Sumoco 马上对不对到高雄大投资设矽晶圆厂，那设晶圆厂为什么？因为呢到2030年矽晶圆你厂再怎么设永远不足以供应整个需求，用不搞，所以其台积电的上游是谁？不是台积电晶圆代工啊，也晶圆未对来啦，他能无中生有就有一个晶圆去做晶圆代工吗？他是不是要去买矽晶圆？矽晶圆，那矽晶圆出来。未来是不是要累晶，对不对？那累晶的前半段它是不是分成一个是碳化系基板，碳化系基板才有可能再转为氮化镓，所以 你一定要有一个矽晶圆的基板、啊、这个矽晶圆谁提供给台积电的？6182的合金阿伯喜相啊，好，问你阿伯喜相，合金是全球矽晶圆整个供应商里面全世界排行第5名，
伊第五名啦，全世界排第五名。然后最主要在今年的第四季，因为它的十二寸厂正式开始量，现在已经量产了。然后预计，因为细晶圆不足，所以为什么 SMOCO？ 因为台积电请召去日本设厂，是不是高雄SMOCO设厂？那请问你，谁供应他细晶圆？啊，都已经无够啊！环球新的细晶圆是被包厂哎，整个工厂直接包到2022年的年底哎，南工不用再讲了，我就这个厂我全包了，到明年年底，那直接就整厂都包了哎，环球新的厂是整厂都包了，所以细晶圆肯定会再调涨，预计应该涨幅在10%到15%。啊，你干嘛会去？啊，你就看嘛，你就看他的报告嘛，你问我。十月营收创历史新高的有合金，这个有打星星的嘉金、汉磊跟再生晶圆的升阳半创历史新高的1234 OK， 外资净买超的过去这十个交易日，合金买21000张，升阳半买1600张，重要吗？多参考就好了，这个都是常客，真正重要在右边这里，成本集结区，我帮你列了，环球金740到880，合金60到70，嘉金8196，汉磊102132，哒哒哒哒哒，对不对？啊，这是什么意思？好了，合金对不对？60、70，什么意思？来往右边看，嘉是不是70块？嘉是不是60块？所以它这个主要集结是不是60到70这点？也就是说，如果它跌落到60这个附近，代表这个股票没去，我就认真跟你讲。但是它假设站上70呢，那你就看吧，你就看就好了。我只能告诉你，过去十天净买超13672张，十月营收。或累计营收都一样，十月营收创22年历史新高，一到十月营收也是创该公司有史以来的历史最高点。那你问我，我认为全年绝对创历史新高，明年会更高，那就看吧，就看什么？看一外资要不要继续进买超，二会不会站上这个集结区的上缘 ？OK， 好，就观察。好，再来通家。过去这一个月，你说他买的只有2200张，因为通家的股本小，你不能这么讲、哦、买超2250张，十月营收创14年历史新高、啊、然后呢？然后你要自己用眼睛看啊，你看涨又到涨停，哎，我就奇怪，还在只有这里，加多少？加153呢？这今天我截图才142块呢，啊，截完图才70块呢，啊，这个没去，我哪知啊？啊，70块，截完图又涨10块，是会起来的。啊，你要去找会涨的股票，没有那么复杂，不要浪费时间。哎，报纸很了很，新闻从早上看到晚，三更半夜继续看，看了个也没看出一朵花来。卖浪费时间呐、啊，做几件事就好。第一个，十月营收通通都公告了，你只要把十月营收有创历史新高的，我觉得你有空，加上因为明天礼拜五了嘛，那六日在你看很多新闻之前，好不好？把那些新闻不是不重要，新闻要不要看？要，那个新闻来看是让我们自己控制自己，跟新闻面做独立思考。他写这样子，我要为什么要相信他？你想过这些道理不？啊，伊搞讲这，我为什么要相信你？那你就把资料整理出来吧。第一个，营收有创历史新高的，一嘛，对不对？
十个哦，然后如果有的有公告一到十月嘛，再来就简单看是看过去这十天五天十天都没关系，哪些外资是净买超的，因为外资不会去买营收一路创新低的，他绝对不会啦，他万一买了一家公司结果营收一路创新低，我跟你说他会一直走，他会赶快惊死哦，拼死命每天买，把持股卖光光，但是他纵使买了一家公司股价跌哦，他不要紧的，他继续买，为什么？因为营收获利继续创新高，他不怕，他就是怕营收获利一路往下掉的，他肯定哦，万一买错了他就一路倒。所以你就看第一个营收能够创历史新高，再来外资是净买超的，最后股价能够形成集结区，重要集结就是它很扎实的，就是一堆人在这里买来卖去，买得快吐血了，怎么做都做不赢的，这叫它就产生一个大集结，站上集结上缘的这种股票你千万不用卖了，卖拢会洗干了，你就成为市场的很大的赢家，好不好？感谢大家，祝大家明天操作顺利，身体健康，阖家平安，心想事成，感谢你的收看，拜拜。